屋里的空间好像比平姥姥那盏更大呢，中间还有一栋好大的房子，不过周围却没什么东西呢。凿不动，你自己不是拿着剑吗？你自己去凿啦。不过除了那个房子之外，这周围怎么空荡荡的？哎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总算又有人来了，好大的团雀！人家不是团雀，我是狐灵，我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我实在是记不清了。你们就叫我阿元好了。难道你就是平姥姥说的小家伙？平姥姥，哦，你说阿平啊？对，我就是他召过来的，也听他说了你们的事，在这洞天之内，万事都交给我来打理就好。虽然你们的旅途还得继续，但至少每天能有个舒适的地方睡个安稳觉了。虽然洞天是仙人所创造，但洞天内的诸般杂事，仙人们一般都没空自己打理。所以仙人才创造了我们狐灵，帮他们镇守洞天，打理诸事。简单来说，就像是这方洞天的管家一样吧。对了，我先和你们简单讲讲这方洞天。你们带着图纸吗？那种画着漂亮房子、漂亮椅子的图纸。只要有图纸，你们就能将这个湖中洞天建成你们期待的模样了。图纸？啊，对了，婆婆在给我们壶的时候不是也给了我们图纸吗？快拿出来看看吧。对对，这就是图纸，快展开看看。你们先记牢这些图纸里的东西样式，再准备些相应的材料物件，然后再飘出一缕念头，图纸里的东西就会在这盏壶里出现了。这样就能让东西出现，那岂不是能在湖里建造一整座城市了？这个不太可能呢。之前有一位金色眼睛的仙人和我说过这件事。他说，洞天虽是仙人外景之能所显，但即便是仙人显能，也终有极限。毕竟此方天地并不是真天地，只是辟出尘世的一片青叶，只可偷得半日闲暇，不能辟出一世清净。金色眼睛的仙人到底是哪一位呢？我也记不太清了，而且之后我也再没见过那位仙人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你们先好好逛一下周围，熟悉一下这洞天吧。有什么事想问的话，你们尽管来找我就是。